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董浩啊。那么今天我就在了这个韩国的首尔啊，然后接受这个 2K 的邀请，然后来试玩一下这个《无主之地三》。那么因为这个游戏现在是要签保密协议的，然后今天是8月8号啊。那么你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，可能是要媒体解禁日，可能是9月份啊，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就要去这玩这个《无主之地三》，你走。在这儿吗？咱们不是啊，好，一个小草帽带我们来到了。这是 iQOO 三，只比 iQOO 二好用一只修，但价格贵一倍。啊、另外 ，iQOO 二本身会有自燃的风险，所以他们把它改成手雷了。也不知道这个麦克风有没有声啊？给我听好了，那头听，替李斯命令我们拿下灭灯之子的宣传中心，让这些邪教怪胎知道我们星湖突袭者可不是吃素的。跟我来，嫩头青，为荣誉而战！为荣誉而战！头二被改造成手雷了，那并不够简单。我搞一个手柄打，我感觉要挂。有人吗？开门送快递。我是剃刀，灭葬之子的神圣宣扬者，你想干什么？破机器！这一看就你好啊，嗜血的疯子！我叫小丑呢，是毁灭者的送终人，猩红突袭者的超级大将军。我们已经将你们重重包围，我命令你立即打开大门。我也许会饶你不死。好吧，我们投降了，请不要杀我们。我做机器。正如我所料，赶快开门，迎接你们的新大王。我靠，要不要这么走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我这就出来，原地等着吧。切，太怂了，我成功了。猩红突袭者再次旗开得胜，完了要被干了。我感觉好奇怪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感觉你要被干了。我的天气服，我伊卡律图祖神的命令你们杀光这些异教徒。哇，这可大神会保佑你。打第一个 boss， 剃刀。我要用你的颈椎好好磨磨我的战刀。我去，一看你就是菜。太妃想把你的头插在杆子上。接地气的中文配音。我去，这地方看起来也太糟糕了吧！相当糟糕。那就是你随意导航的恶魂巴内克斯，你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肮脏透明的港口，还错过了舱前，就是你让我惹上了鼠狼。闭嘴，贱人！你把我塞进了一只泰迪熊里。啊！脉冲啊，是吧？看到了，大蟑螂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外星蟑螂，蟑螂一整就爆枪，
开了。导航搞死你，贱人！这边走，密藏猎人，我们得去安保室找到那块钥匙碎片。这个巴雷克斯算哪门子名字？好吧，好吧，他的意思是二进制自动逻辑化，是这样的。雅各布斯那老家伙不知道，该叫我巴里还是阿里克斯，所以他最后决定叫我巴雷克斯。我知道这故事非常无趣，不过跟真恩四四这名比起来，我们都太幸运了。数字跟汉字根本完全不搭调。数字跟汉字怎么不搭调了？老子就要折腾我号，干！说什么呢？啊！该死！快解决他，杀了他！带了他。自从你把飞船的召回后，我就有了大好空间时间发了词。你知道本次野生工作兽会用独特的语言来交配吗？看来还真是浪漫啊！我懂，都懂。我的确不善于说那些调情话，你就给我闭嘴吧！你想听进去吗？真的很优美哦。你是猩猩吗？我巨肉啊，这帮人！帮坏人做事，那就去死吧！动啊！这就和骷髅兽之一样，弱逼！给你做一次工作。我想知道这个作文配这个台词都谁写的，谁翻译的？为什么要这么接地气？是弱逼还是？密藏猎人，很抱歉让你不得不经历这场尴尬又混乱的分手。我以前真的觉得自己和巴雷克斯是天生一对，他带我抵达目的地，我就只需要大杀特杀。我们俩是不会有结果的，真恩斯斯。我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生产商，而且你背叛了雅各布斯家族，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俩生产商不同啊。什么吐槽？好吧，听着，我知道该怎么打败真恩斯斯了。他现在把自己装在一副马里旺机甲里，但飞行舱里还有另外一副机甲。要是把我装上去，这恩斯斯就没法阻止我们了。快去工程区吧！你俩对打，驾。有。来。导航搞死你，贱人！快把我装进机甲吧！搞死你！该死，这玩意儿还真高啊！你大概摸不到头吧？那找个合适的地方把我装进去吧。好了，进去了。哇，看起来如何？放在什么位置啊？那放在脚上了，像铁甲巨熊在瞎跳。放在……好吧，行，虽然我看起来有点奇怪，但好好看看这些武器。小熊战士，我靠，放在裤裆里也行。好极了，是鼠狼，我终于能揍人了。来吧，鼠狼。我靠，你这种猛多了呀！我打这玩意儿在一滴血。天哪，这感觉也太棒了吧！全部喷气咬，怎么高打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警察？太弱了，对不起。去哪儿了，兄弟？你还好吗？那个，要不你就去剑桥吧，门应该已经打开了。我来想办法控制住自己，别在天上乱飘，这样我们都有事做了，这就叫团队协作。典型的巴雷克斯听话，做事像太多人，但一遇到麻烦，回家。该打 boss 了吧？看来巴雷克斯没跟你一起来吧？
我一点都不意外，快进来吧。我到剑桥了，巴里克斯，收到了吗？大概没有。米桑猎人，我马上就到，再解决一个问题就行。你的程序又不是为设计来解决麻烦的，巴里克斯，那是我的职责，你不过是我的司机罢了。告诉你吧，我在处理的问题就是反碰撞保护程序，而且我刚才已经关掉它了，看我导航死你，贱人！糟糕！不、爽啊！开干吧！开干吧！干干干干干！哦，舒服！哎呦！哦，我也来，高达对决。战路才是难得的浪漫。没有燃料了。再见了，真的是你就是个大哥，速通。